尽兴释放。你好，我是王一博。现在我们的夜生活非常的丰富，但你知道吗？中国的夜市竟然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。不过一开始，唐代的夜市只出现在少数的商业繁盛区，而且更多服务于达官贵人吃酒玩乐的场所。慢慢的，到了北宋，由统治者发布命令，才正式全面开放夜市。想我吗？好想你。硅藻品种，藻中贵族。好想你藻就是好吃。高端红枣好想你，感恩真情意，就送好想你。高端红枣好想你。